这两个侧灯是第一次，然后那个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是第二次。二霸砸车达人邻居联署收押。碎呀，恶人有恶报了，在嚣张啊！被裁准羁押两个月了吼，这个邱景松哦，在我们嘉义布袋这里哦，实在是恶名昭彰啊！嚣张是什么？仗势自己喜胜，法官不会押他，在地方惹事生非。上个月起，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开始疯狂骚扰我们这些邻居，莫名其妙就砸车打人。被警方送办后，因犯的罪不大，讯后释回，结果回来更是嚣张，搭小黄要里长付车钱，买东西要人找派出所副所长买单，还有更夸张的，他还随便强拦机车后拔下钥匙丢掉，闹得我们邻居不得安宁，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忍无可忍。一个小时内号召44名邻居联署请求警方将恶霸收押，获检察官和法官支持。送啊！头啊，一看啊，正看啊，真高啊，啊，差不多啊。这嘛是啊，这嘛让我这也是啊。免得比较平庸，大家都是避之有恐不及，所以最后乡民在里长的发动，短短的啊20分钟内就收集了40几位的邻里来联署要求，啊，院方跟检方来跟他羁押。董行文加以报道。